大家好，我是四季坚果，今天可能是我最大的挑战。网上有一个 UP 主，大家叫他巴顿将军，是巴顿饭的巴顿吗？他好像很会吃饭，不过我也很会吃饭。今天就是四季坚果 vs 瑞哥。Hello，小伙伴们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实力番女子瑞哥。一点点，你的一点点是这么多，你看这个什么，大家说这个是指尖宇宙。司徒说他一定能比我吃的多，毕竟没有，我没这么说。我今天有一个不好的预感，我要么输 I'll lose， 要么图 or I'll be sick。 这个毕竟是我的主战场嘛。现在我们来到一家自助烤串，小伙伴们吃过自助烤串吗？这家叫双喜。很多年之前我曾经跟另一个我的搭档美食博主叫吃过请闭眼，我们俩拍过这家。他们没人出来是吗？他们应该没人出来，我人出来的话就不让你进。对，前两年我的那个大头贴可能都已经被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所有串给大家点一遍，然后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或者你每个串尝一口。为了拍这集我做了很多准备，我昨天晚上没吃饭，今天早上没吃早餐，中午没吃，我也去游泳，我应该还行。今天不瞒你说，我来之前20分钟刚刚跟另一位朋友吃过一顿饭，我们吃的是炸串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家是108，如果不喝酒自助随便所有的串都可以吃。辣椒来一个，面筋来一个，雪花肉串，三鲜馄饨，传统羊肉串，先来五串羊肉大串，限购4份，来4份牛肉串，先来5串，然后这个牛肉串来3串，五花肉要2个，猪皮先来3个，蜜汁肉串先来3个，香菜肉串先来3个，然后蒜拌鸡翅，大蒜和鸡肉的先来5个。然后你还是点了好多，我还没算你的呢，我先把我的点完。就是我真的吗？我以为这是我们俩的。你想多了，是这样的，从我的菜里面每一个拿一口，基本上别人就能饱，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律。我鱼丸要3个，鱼肉不要3个，烤香肠要的3个，面包片先来3个，烤馒头先来2个，娃娃菜要1个，金针菇要1个，全茄要1个，手擀面串要1把，酸土疙瘩汤要1个，全都要。你看。就我点菜的风格，辛拉面、蛋炒饭得要一个，然后你看看你加什么，这82份是我自己的。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加。Oh my god！ 大家不相信他点了那么多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一共才点了82份，我会给大家每一个串都尝一遍，再告诉大家哪个串好吃。你们来的话就不要浪费你们自己那个胃容量了，就直接选我觉得好吃的就行了。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汽水，但是它是烧鸡味道的，它这个配料里面上面写着鸡肉蛋白肽，是哪里的特产？这个是河南省的特产。不光是你没尝过，我觉得屏幕前大部分的我的粉丝和你的粉丝应该都没尝过。没有烧鸡味吧，这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sarsaparilla， 广州喜欢喝那个沙士汽水。对对对，Cheers！ 下次我把那个中国所有最难喝的饮料都给你邮过去。好，我现在有点饿了，刚才应该是4点钟，4点刚吃完，现在才6点。是我的，没事，只要我反应快就没有掉。这应该是第一波，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波。就你就挑你能吃的，然后剩下的都给我。好，那我就放吧。它这个炉子是放上去它会自己转，但是它怎么没转起来？就没有那么高级吧。有，我给你打开。啊，你没打开这个是吧？你最喜欢的烤串店是哪里？我最喜欢的烤串店应该是我们东北的烤串。北京有一个叫街边，全是牛肉，非常好吃。那我应该没去过，回头发我试试。我也特喜欢很久以前。哦，很久以前他们家羊肉挺好。这是大蒜鸡。这馄饨每一个都可以吃一口。米伟，我不是特别爱馄饨，更喜欢饺子。哦，这个调料叫口口香，这是东北的。对，口口就是你吃的每一口都非常的香。那我开始。开始、啊。你觉得你可以跟得上吗？尽力吧，勉强。哇，它这个烤串看着还可以啊，虽然它是自助的。看它多专业，它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直接吃了。我也直接吃吧。这好甜，这应该是梅肉吧。这个是梅肉，非常非常好吃，来了一定要点它，我觉得它是比较符合我口味的，甜口的。腌制过再烤的。喜欢猪皮吗？超级喜欢。我第一次去云南我吃了猪皮，生猪皮、菜单里其中一个就是生猪皮，那个它就是树皮，
云南的一种树，那天晚上非常痛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羊肉吗？这好像是香菜牛肉，但是是调制过的。嗯。哇，他们家肉口感挺好的。像这种牛肉，我觉得像那种带了很多面的那种。对，他们家这个肉啊，其实用的就是合成肉，应该是有牛肉的含量，但肯定不是纯牛肉。嗯。烤茄子，上面这些都能吃。这鱿鱼你敢吃吗？吃吃。所以你从小就知道饭量这么大？是的，我从几岁开始就知道我饭量这么大。饭量大，但是身体的营养指标和各项方面都跟不上，还去医院看过。那你家聚餐的话，要准备很多菜吗？我们家三口人做年夜饭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一大桌，可能十几个、二十几个菜。哇。但是如果你去高级的餐厅上菜之后，你看盘子上非常少，不会很失望吗？就是掏钱的时候会很肉疼。嗯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辛拉面。所有东北人的饭量大吗？嗯，东北人普遍饭量大。但是呢，我也属于东北人里头饭量大的。哦，当然。烤茄子。它烤的怎么样？烤熟了没？尝一下。那你最喜欢的店是哪里的？那太多了。那你最喜欢的外卖呢？我的是，这不是广告，我的是西少爷。啊，西少爷挺好吃的。嗯，但西少爷是那种连锁的。嗯，知道。对，我会比较喜欢那种街头巷尾的那种小店，比如说你跟我说红烧肉，那我跟你说是南街北巷；你跟我说是大肘子，那我跟你说是那个喜四方。就是我每一个东西每一道菜都会有一个店。Do you know, okay? 如果你只是看我吃过的串儿，我得先垫垫，然后我得有力气才能吃饭。你还没开始是吗？Thought it was doing quite well. 我就先看他跑一段。嗯，你别说，他们家蛋炒饭炒的挺好吃的。啊，我不敢吃饭，要不然吃不了肉。对，先拿这种东西开开胃。啊？先拿这种东西开开胃。哦，开开胃。我刚才吃了一份炒方便面，然后一份水煮面，然后一份馄饨，然后再来份炒饭。就热身是吧？先热热身。哇，他们家炒饭真的可以。在他们家所有主食里面，我现在最推荐的是炒方便面的炒饭。馄饨很难吃，不要点啊，超难吃。他们家馄饨寡淡无味。啊，这是什么肉？这羊肉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就现在停，然后就赢了啊！才吃了几个？这顿饭四个，还会延续很长时间。我也没事。哎，哦，那我真的开始饭了。我真的开始。不闹了，不闹了。这是你的 thing， 我的 thing 都是出汗。来吧，来吧，吃点串吧，我也得来点肉了。你都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？今年是第17、16年。我的天呀，那比我的岁数都大呀！开玩笑。他们家的烤串啊，属于性价比还可以，但呢，有一些单品好吃，但没有特别特别极致的那种肉。这是不是都烤好了呀？嗯，他家鸡翅好吃哎。嗯，我这个是奥尔良鸡翅，很好吃。那你吃过最不好吃的中餐是什么？鱼腥草又叫折耳根。哦，耶，你知道那个吗？贵州是不是吗？对，贵州那边的蘸水里面的那个折耳根的味道，我真的不行。哇，那鸡翅骨很好吃哎，这个可以点啊。刚才选出来几种，我是那个梅肉，一定可以点。还有一种是鸡翅骨，还有就是他们家鸡翅。吃了这么多串，现在这三串在我心里是 top three。尝一下这个。那羊肉串反倒一般般，我不建议。我已经超过我怎么说 expectation。我也就还没正式开始。我觉得你可以就 cut 到这儿，然后这个时候是他赢了，然后最后比如说加一段延时或者有一个反转。我还没完。嗯，可以。加什么延时？加我的延时啊！
你要一直录到我全部吃完的话，你的相机会没电了。Look, she's taking a break. 嗯，歇一会儿。趁这个歇一会儿的功夫，把刚才觉得好吃的加点一下。就是两个小时到了，他不让咱们加菜。也是，借口。我加十个鸡翅，然后烤鱿鱼、烤香肠，可以。我的冷面，东北的冷面分咸甜口和这个酸甜口。这很清爽。嗯，你吃嘛。我们数一数吃过的串，看看谁厉害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你赢了。就我也觉得，我觉得现在肯定是你赢了。注意我的用词啊！现在，十九，这是十九个哦，三十一个，这是二十了，三十一个。好，我数学多好，比你多十一个。嗯，好，为了满足司徒的小愿望，嗯 ，yes。本次吃烤串大赛由司徒同学获胜，三十一个是吧？那我先拿十一串追平你，然后再来三十一个。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就是他们家限时是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吃完，然后呢他过来跟我们说我们已经不能加点了，所以虽然我还没有到半饱，但是我今天也只能吃这么多了。我现在就来数一数看看。这样吧，我原来很骄傲，因为刚才还很开心的司徒。我刚才多吃了四个，所以我一共三十五。咱们看看我今天一共吃了多少串啊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战胜司徒呢。还有吃饱了没？完全没饱。我吃饱了。八十，这是二十，这是三十，这是四十。四十。十，这是六十。我记得我刚才还吃了一个冷面，然后一个辛拉面，一个炒饭，一个炒方便面，馄饨，还有一个疙瘩汤。但我也吃了两口冷面。对，基本上我们俩今天就是一个平局哈。嗯，对。四舍五入就是平局，很明显你赢了，我输了。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吃了中餐。哦，那你放马过来，你随便，你任随便是吗？你没有弱点。我没有任何弱点。没有任何弱点。没有任何弱点。任何弱点。一点弱点都没有。我想一想吃什么，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。然后如果超过三个赞，三个赞他就要请我吃饭。OK， 如果超过三个赞。如果想看下一期，想看司徒放言说在他的主场他一定能打败我，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只要点赞超过三个，三百有点高吧？是吗？视频为证啊，点赞超过三百，司徒就说请我吃饭吃到饱。几条？OK， 请我吃饭吃到饱啊！你们好了 ，Is that the deal？ OK， 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把那机器关了吧！你要是想请我吃饭吃到饱，你真的破产呀，哥。